新北欢乐耶诞城巨星耶诞演唱会 Day 2。所有在看直播的朋友，还有现场的朋友，大家晚安。今天在我身边的呢是热血48小时，也就是时尚玩家中午线的三位主持人，威风啦，问候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威风啦，小哥好，现场的朋友好。那个纳豆子瑜表现得非常好，我们也很流畅，顺利准时结束。今天你们有做什么准备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毫无压力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没有羞耻心啊。No， 我就是主持之花啊，我就是漂漂亮亮。还有今天就是哎，对，因为主持群只有我是女生。那你就做什么准备啊？哦哟，我们基本上我们三位算是颜值担当了。哎呦，我敷了一点面膜，敢讲啊？对，丰田啊。我做好做满，昨天晚上挖耳朵啊，还挖耳朵，因为好久疫情期间好久没有听到那种现场表演哦，所以挖了耳朵啊。你知道今天造型师最恨的就是丰田了，所以他用了我们好多布料。